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夫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壶。好，就之前的那个什么云吞，不是云吞啊，反正就是杯子，看玉之壶的杯子。嗯，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开这个，希望它没有破掉的杯子。好，干，这声音听得有点害怕。好啦。那我们还是先来开吧。包卖家是包的还蛮好的啦，只是毕竟它是易碎品，所以我实在是不知道这种东西寄了会不会发生什么事、啊。好，很久没有开周边了，这也算是近年来很奇特的周边。好，这有点怕，因为它有没有碰撞的声音。好，强欲之壶 and 贪欲之壶的汤吞。好，那外盒就是长这个样子哦。然后，万代，你的钱不是万能，是万代。好，那外观就是两个一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那我们就来开吧。强欲之壶啊，贪欲之壶好像就还好，就是强的是都很强啊。现在把壶用在一起了，之后会不会有三体壶的？好，哦，打开了，它好像有额外的做加强吧。好，使用注意说明。就是干燥机尽量避免，反正就手洗就对了，就是一个神奇的注意事项。而且它注明了要15岁以上，什么东西？杯子要15岁以上才能使用。好，一号、二号。我们先开，干破了啦，击败嘞，果然非常不妙。先看这个吧，另外一个破了，还要把你回来。好，可是贪欲之壶，贪欲之壶，然后贪欲之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。那涂装的话，勉勉强强 OK 啦。涂装其实还不差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异色啊，没有什么的，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底部，啊，另外一个破掉了，我好难过，而且是强欲之壶，这颗破掉就算了。好，不过这一颗就长这个样子，流着鼻涕，吐着舌头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破掉的吧，完蛋了。包成这样还破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看他破怎样，我是有点害怕。哦，还好，就是尾巴这里破了。不，这边还少一块，靠！还没在袋子里面，这到底怎么？破的不可思议啊！里面很多碎片，好难过。好了，至少柄还在，就这边少了一块。好，我很像，干，超像。这还可以用，喝就是这样。哦，帅。好。牙齿太黄了啦，需要刷牙、喔。好，那内容就是里面是这样，也是白色的。好，从来都不知道贪欲之壶里面长怎样。就是这样。我之前还有那更大的艺术品的那个，那就没有买。那个买的破了更，比这个更惨。我可是还是破了，我好难过。哎，包成这样还可以破、欸，真的太神奇了。到底怎么摔的？好，
那不过总算还是拿到这个东西了。这东西绝不能放家里，你会被老婆杀了。这个比后面的雷姆还可怕。God 的笑容超香哎，怎么办？枪鱼之虎是我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就开始开完了，两个壶啊，只不过这个破掉了，而且它这个有些小细小的碎片，这个破的很神奇耶，就一些小碎片啊，这个应该是粘在就是这个地方而已，它就从这个地方剥落下来了，这算什么初期伤哦？对啊，这个不知道粘不粘得回去，这个应该还可以，就是把它粘回去就是了。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比较没办法，看能不能类似蓝色的涂料再把它弄上去了。啊，蛮可惜的啦，没有拿到一个完整的壶，是一个破掉的壶。好，不过我觉得还算满意。这个比较丑啦，真的贪欲壶真的很丑。那两个在一起，哇，强贪壶好强，强金壶也好强，哇，就会不会出其他壶让你收集？好啦，那我们这次开这两个壶开完了，哦，这也买很久了，买很久了，然后上个月底吧，不确定，然后也到四月才到，那我去领了，然后我一直没有开。直到我刚刚拿起来摇了一下，觉得不太妙，因为有扣扣扣的声音。照理讲，这应该不会两个缝装在一起有扣扣扣的声音的，那肯定是破了。啊，好惨！好了，我们还是把它当做收藏吧。这个绝对不能放在家里了，放在家里就被老婆杀了。这个到时候还拿去店里摆吧。好，强欲之虎跟贪欲之虎的汤吞。他一直我是汤吞啦，那这个应该算是类似像马克杯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他的注意事项说明书。啊，然后这个泡泡纸包成这个样子还是破，惨，真的惨。然后嘞，破了一个就算了，他还破成细小的碎片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算怎样。好啦，反正总之言之，这个初期伤非常严重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完啦。如果喜欢这影片，按个喜欢哦！强势区最终按个订阅，我是强欲之虎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